大哥，都是自己人，赶紧走吧，赶紧撤，别打了。自己人，我跟你说，自己人咋就不听呢？你看这死一片的还去，听我的，别去，这里人停手。听话。住手！不然我杀他。看来你还是有点用。没有没有，大哥，我一点用都没有。别动，再动我杀了！操！好。哥，小姐姐被抓走，可是往前走就是雾雪森林，你快去救她，这里交给我。本王很久没有活动筋骨。杀他只不过是个舞姬，你要杀便杀吧。北唐烨，你还有没有人性啊？我刚才救了您的北唐烨。别动。你们两个放了他，我保证让你们全身而退。哼，早就听说你们两个不和，今天你把这狗皇帝杀了，我就把这女人还给你。朕以江山社稷为重，皇叔，我就不打扰你英雄救美了。你算是自我放弃了。北唐烨，你就是一王八蛋。你们两个放了他，本王愿意一命换一命。菲菲，哥，你，王爷。可有受伤？你自己多加小心。我继续走那条小路，追击那些余党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皇上和楚将军了。是。把所有可疑人都带走。走。听见没有？还有他呢。是。不是，不是这个。走。
又是你啊？是啊，又是我呀。哎，这次你又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。你们吃啥呢？肉条啊，要不要来点？来点吧。来，那个给你了。来来，拿拿。该吃吃，该喝喝啊，回家了。吃着啊，就当自己家一样。你说什么？皇叔，皇上为何要将洛菲菲关入大牢？皇叔在说什么？朕何时将他关入大牢了？人已经关进了大牢，皇上还要假装不知道是吗？洛菲菲在龙渊谷，怎么说也算救下有功，皇上这么做，未免也太恩将仇报，令人寒心了些。人家当时都那么表现了，都不理他，抓人的时候还看了他一眼，不就是抓人的意思吗？臣不管到底是如何，臣现在就要带走洛菲菲。哎，也不知道小姐姐在里面吃了多少苦。我去看看。皇叔已经去了，我相信他能办好。哥，你这是在担心吗？我长这么大都没见你这么担心过。他在龙渊谷救过我的命。哥，你开窍了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叫他进宫好不好？进宫？对啊，我觉得你俩是天生一对。胡说。哥，信我没错。好，看你往哪儿跑！谁呀？啥呀？爷爷，你踩着我爷爷了！谁？爷爷！哎呦，谁踩着我了？爷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又是你啊！团伙作案啊！安叔拿出来，抢我生意，拿出来，你给不给？使不得，使不得。说，你们谁？坦白从严，抗拒更严。你真想知道？我们蛇夫座的。蛇夫座这么穷呢？这叫朴素，知不知道？姑娘，你也是蛇夫座的。我也是蛇夫座的。你说我什么座，我是什么座呀？那我还说我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呢。爷爷，错了，不敢说了，错了。姑娘，你要是不信，就看看你的左肩，那就是蛇夫座的星印。程程，把谱拿出来。你看，我没骗你吧？